会使讲吼，多多给新人机会。在咱咱咧第一年歌伫咧唱歌诶时阵，有做者新人就是安尼发现诶。达拉呢，嘛是我伫即个歌曲当中第一面见面，啊，就即个缘分。那所以讲，咱就尽量练歌，按有机会那个试试看，哎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，谢谢你和达拉鼓励安尼吼。安尼好，安尼我也信差不多啊，无要信不得意啊吼。我就是，我来听。安尼好，好。其实吼，有足侪人感觉讲，哦，谢谢。其实不得已呢，足侪人也毋知影讲啥物不得已去唱歌。其实咱人生当中有足侪不得已，但是咱人较避暑，不得已拢歹势讲出来。不得已其实是咧写一对母仔囝的故事，就是有一对算讲因婚姻的真幸福的家庭，伫台湾的算离婚率蛮高的。囡仔有当下单亲家庭足可怜的。阿妈婆结婚了，哇！第一个囡仔生落来，煞，迄个囡仔有问题，有问题了，翁婿转来就一直拍这个某，甲某拍，就是要甲拍好走。我讲囡仔，阿生这个囡仔呢？生小孩子有问题，甲爸爸有关系啊，也许是基因嘛，也不是只有妈妈的问题。结果，我就讨论这个妈妈讲，阿婆你著赶紧离婚，你讲无阿姨我要离婚，因为伊感觉伊女儿已经很可怜了，为什么还要离婚？离婚之后，女儿就变成单亲家庭。结果呢，迄个妈妈就讲好，为着我的查囝，我不得已，搁安那继续维持这段婚姻。逐天互拍啦，啉酒转来，安尼搁甲小三带转来甲厝内底，哇，非常的可怜。啊，所以伊讲，伊即摆逐天我要欠钱欠我这个女儿，伊加班工作，伊即摆有一点仔干。跟忧郁症，他很怕说随时你来照料，至少一定有钱，以女儿有钱，小三就不会欺负他。你看这个妈妈多伟大，所以这首《不得已》就是安尼来，我来演唱这首《不得已》。好，谢谢。
无啦。又来笑。哎，谢谢谢谢。哦，谢谢你谢谢你。你看你把嘴补好些哦。无啦，因为你有唱，大家都有唱，我咧无讲过啦。哎，好无？咱做唱好唔好？啊，较大声，咱搁练一遍吼。想要对天来讲明，我想要你。但是吼，大家大声咧，顶管无声，来顶管吼，来。想要。这边我们要请来喝起一点来，想